问题多多了。哦，啊，你现在就说 OK， 你就放下来，把你的东西放在哪里都可以。开始的时候你要手要先把它松开，好吧？这你的大肠还一般还过得去，然后看你的心脏啊，心脏这两边你看它就靠得很近，比较快一点，靠得快就是它有压力，压力肯定会跳得快，然后它凝住嘛，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呢，它这个地方它就靠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右边啊，心脏，哎，你看这个三焦经。给你看了，你知道了哈，啊，就是说你要做运动的时候要低下来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是你，因为刚刚我已经做过了，就是低一点啊，然后这边让背后哈，这样不要动，这样背后啊。结在一块，肌肉啊，肌肉比较绷紧一点，说绷紧的时候你要把它，啊，把它那个弄弄松啊，不要弄的把它绷得很紧，好吧？绷得很紧的时候，你这边上的气血就不流通嘛，懂吗？好，然后再下一点了哈，再下一点，你这个肾脏这两边嘛，看到没有？我刚刚不是给你量三焦嘛，你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很不舒服了，这里酸痛啊，啊，对。筋啊，这个地方的筋看到没有？我拍的地方这个筋啊，不要把它
先调整位置啊哈。啊？谁累不累啊？就是。你说我啊？没关系啊，做好事啊，看病做好事。很累。那我跟你讲，就是做好事。你看我这个手上一按这里，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凹下去，好吧？然后这两边这边所有的头呢，都还可以。就是，就主要这个背后，我把你头要吹一吹热气进去啊。哦，不弄其他东西。不客气，你现在感觉好一点吗？全身是不是比较热一点？啊，热一点啊，好。Okay, this lady they have like a high, blood pressure, 就高血压了。所以说 they always they do the like a fly dumping. So you know sometimes, stand up is too long. So sometimes if you stand up too long, you hurt the bone. If you you know you sit down too long, like you work in the office, the job, you always see the computer.You sit down too long, then you hurt the you know, veins and the muscle. So sometimes you have, everybody you have understand, you can sometimes sit down, sometimes you know, stand up, you know, you always change. Then they'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okay, right now I'm in the flash. So many people, today is a Saturday.Okay, thank you.